法拉利里面最后 Camus 出车祸的场景吗？我觉得就是在我身后这条 Willow Spring 赛道。今天我来打卡这条赛道，也带大家来看一看。今天我们参加的是 Grid Life 的活动。 Grid Life 是一个还算蛮大的组织，主要活动会在中东部地区，加州的话不是很多，会包括 Saddle Ridge PDE、Time Attack Race 还有漂移，所以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玩车的周末吧。一些大的活动的话还会有一些 DJ 啊 Party 之类的，不过今天这个就是一个以玩车为主的活动。带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什么车。接下来请大家跟随八六的第一视角，慢慢的看一下这条经典赛道 Willow Springs 里面的 Big Willow 的一圈是什么样子。OK， 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争取之后有机会再来这条赛道刷个圈速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